今天教大家如何轻松拿20000分、啊、没有啦，其实也没多轻松啦。那有三个要点，第一个要点就是先用皇后，就是把排名都排好，这样会比较好，比较好到20000分，因为你4颗数字就可以制造1颗强化柱了。然后第二个要点就是几乎1秒1康，所以15秒大概要达到15康，基本上绝对有20000分。第三个要点就是绝对不能按错。绝对不能按错，示范一次给你看。水、木、火、木、光、木、水、火、光、木、火、小 shit。哦，刚最后一个按错，但是还是不小心达到20000分了，所以这就是。这个龙科的玩法，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小心。